们现在要装扮成木桶通过这里，不能被他们发现。哎，赶紧变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他拿刀砍我呢。好像没有事，那咱们慢慢往前走。装扮成了木桶之后，就算从他们脸上走都发现不了，这段还挺好玩的。你这怎么看着那么像小偷呢？胡说，我这是 cosplay， 你懂不懂啊？啊，厉害厉害厉害。不过啊，变成木桶之后走得有点慢，我们要想在规定时间内走过去，需要在人和桶之间来回切换。小心点，这个红色衣服的看着挺厉害的样子，要是被他发现，我肯定要死翘翘了，快跑。前面就是终点了，我已经看到了，小心点小心点。 Nice， 快跑，通关啦。你们都是多长时间通关的？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桃子哟。